哎，吸引你，这个完全就是小小长大以后，大大，对，大大。希林跟祖儿合作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歌，自己的感受怎样？其实我的灵感都是来源于浴室，所以我这首歌其实真的就是当时在头疼要选什么歌嘛，然后就是在浴室里面突然这个旋律就这个歌怎么样、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，这是我第一次唱这首。哇，真的吗？我听，我也看过别人的那个表演，我真的第一次自己去尝试，就好爽，好过瘾。然后我觉得最过瘾是这首歌对我们第一次合作用唱的方式说一下 girl power 那个、我自己都震撼了、我自己震撼了，真的表演得太好了，现在我又担心两对了，就是啊。